小芳，你做啥？肚皮痛啊？我跟侬讲个伐？搿牛奶嘛，一定要热热个，最好个温度物事60度。哎，头痛啊！我跟侬讲个伐？头发湿个辰光，马上要拿迭个电吹风要吹干个。 牙齿痛啊！啊，我要说啊，乃我晓得了，妈啥体介欢喜侬。哪能啦？跟妈一样路子。阿嫂不是个养侬看样的，皮包头真的老感动人的，我真看了老难过，侬拨侬听哦。嗯。这天，丁妹一回到家，看见李红根正一针一线的缝着枕套，这只枕套相伴了李红根从小睡到大。 糟的几乎手指一戳就是一个窟窿，李红根认真的说：“妈妈，不用买了，为了给我治病，把你的钱都用光了，我还不能挣钱，但我可以省钱，这枕套我缝一缝，还能用。”这小人倒老懂事体的。是呀，阿拉家家兵兵就不介意。伊拉太狭义了。 好帮伊变啊！真的像种小囡恩，真的冻事体了，勿得了。一边，奶奶，红眼睛来。侬看伊啊！小芳，失恋啦！老难过，真老难过。侬看伊也皮包到，真老感动人的。是老感动。感动啊！哎呀，我当屋里向出啥大事体了？侬勿要讲过哦。 现在社会浪向好心人真的老多，侬看搿丁美容易伐？真老勿容易的。小芳啊，侬妈勿要嘴巴浪白话。现在呢，要是踏进来一个残疾孤儿呢，侬哪能？啊？我哪能啊？哎，讲呀！我董小芳照样把她收留下来，抚养。哎，不来三，都要考虑考虑啊！考虑啥么？考虑啥么？哎，小芳还没结婚了呀，侬个小囡今年算啥样子啦？哎呦，老婆啊，看来我还勿够了解侬。 你一定勿符合迭个想法，哪能介老实啦？现在啥个辰光啦？现在外头个种女个没结过婚，又是要男个勿要太多哦。我不同意这样的行为哦。哎呦，还要开派通房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开放时代呀。大芳啊，从今朝开始，我对侬个行为啊，要有所提防。小芳啊，侬勿要受哪股迭个思想影响哦。哦，那来你哪脏到了啦？ 可勿搭界个事体，两桩事体，一个是献爱心收养孤儿，一个是人家女的，阿拉那是我的榜，都是个真的。哎哦，难道女性就不能收养孤儿，不能献爱心啊？好了，我勿跟侬争了，争下去也没个结果的。自家勿争呀。所以争个桩事体呢，也没办法实际的，对伐？那看中我要看看。哎呀哥，我真的勿是开玩笑哦。 真的有的孤儿上门，我肯定收养伊呀！我晓得侬吃家的呀，没吃家呀，搿是爱心嘛。哎，一个月回放假，哎，大家好，回家，来了来了来了来。哎，回放假，哎，侬来前头哪能勿打一只电话啦？哎，我准备眼菜呀。哦哟，我辣处理办点事体，陈老哥来晚会看看阿爸妈的呀。伊拉人呢？㑚去开啥帮困会啦？勿要太忙。姐，嗯。 侬个能今朝有事体商量，都坐下，吃好饭再走。吃吃吃吃吃吃，叫姐夫一道来。不不不不，我又要紧事体去处理。啥有紧事体了？我刚刚的母乳浪向，侪到一个小囡，是孤儿。送上门来了。 那是室内剧来的啦！讲讲话也话大好讲哦，侬讲成真了。阿拉讲啥啦？阿姐，搿么侬那个小囡怎么哪能啦？嗯，我准备带回去收养。哎，姐姐，迭个小囡几岁了？廿三岁了。廿三岁算小囡啊？咦，搿辣辣我眼睛里嘛，当然是小囡了，侬讲对伐？哦，迭头，我现在。 你打进来，哎，那一看就晓得了。妹妹打进来，帮拉看看。阿妹啊，来，我到了，我到了啊。
大哥，伊拉倒没我倒呀！不要倒，不要倒，我倒了呀！哦，来，爸爸手，来，过来，兔兔过来，来，兔兔过来，过来呀！来，手机里不要动啊！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来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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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走走走，哎，走走走，龙。叫啥名字啊？我人家才晓得呀，我叫阿囡。哎，叫阿囡。哎，侬几岁啦？我，侬七七苦。我晓得侬廿三岁。我三岁呀。三岁啊？哎，三岁长了噶大啊？根本人家哪能才讲我只有三岁了？侬讲呀？侬讲呀？侬讲呀？我晓得呀，因为侬是真高。哎，小芳，大妈妈，侬叫伊啥？哦，伊叫小芳。哦，小胖。小胖。小芳。小胖。小胖，哎呀，小胖，小胖，大妈妈，伊妹妹叫小芳，哎，伊讲伊叫小胖，戆都，到底啥人戆都啊？侬戆都，小胖。哎，那侬听我讲，伊人长得噶瘦嘛，哪能会得叫小胖呢？根本侬叫的小胖，哎，伊叫大方，大胖。这个大方大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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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胖了，是的呀。哥们，我这是什么呀？我这是节奏，一个节奏。阿囡啊，那屋里了啥地方？在那踢啦！哥们，那爸爸叫啥名字啊？爸爸叫孙悟空。妈妈呢？妈妈叫白雪公主。我讲叫白骨精了。阿囡啊，哥们，侬为啥不到自家屋里去呢？咦，此地就是我屋里呀！那哪能会得来啊？哎哎哎！此地是阿拉屋里，侬干啥么呀？此地是阿拉屋里，杰总，侬讲此地是啥人屋里啊？此地是我屋里。哎，叫侬杰总，侬是会得答应哦。搿哪能办法呢？阿婆啊，侬讲此地是我屋里哦？是阿拉屋里。就是我屋里么好嘞，不来塞的呀。侬走开！侬骗人！侬骗我！阿囡，我哪能会得骗侬呢？侬自家讲的，带我到屋里去，现在到此地又讲不是我屋里。当心，有没手枪。那人家屋里都自家屋里，那就把你脑子大概是有毛病哦。来好，来好，我到此地问一问，问出事体来了。佳佳，那么侬哪能晓得伊是孤儿呢？哦，我从伊袋袋里向。看到一张纸头，侬看，我们对不起他，好心人收留他吧。搿家长心也太狠了。哎，小芳，小芳，嗯，侬刚刚不是讲吗？
要是有残疾孤儿，侬就收养伊。现在送上门来了。哎哎，大芳，我刚刚跟衲姐夫已经商量好了，阿拉决定收留伊。阿姐啊，侬跟姐夫哪能会得有空呢？是呀，衲俩人侪忙得来吓死人一样的。小芳倒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有空又是单身，再讲伊是想寻找一个机会，要喷发一下埋藏在心底的母爱呀。阿姐啊。阿拉奔忙哪能生得出搿种人做我阿哥，真的是老粗心大意的。哎，迭个兄弟我倒是满意的。阿姐，侬也是好人。哎，打击面太大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我决定带伊回去。好了好了，搿么就等侬了啊。那阿姐拿伊带回去啊，伊比侬讲好伐？好呀。那此地就是我屋里呀！乖，跟我回去啊！对呀！阿姐，我来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。哦，侬来试试看，我试试看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交给侬啊！啊，那乖啊，来。乖啥嘛？乖。嗯，乖，来坐来啊！坐来，坐来。来，阿拉来看包子，好吧？搿包子好吃啦！搿哪好吃个啦？搿是干的包子呀！讲虽然讲，吃到勿忘记。这上头物事会得重吗？侬带伊看电视啊？哦，葛末阿拉勿看报纸，阿拉看电视啊啊！来，我看电视，好看伐？你不知道，这个要看呀！我做梦都想看。来，再看啊！哦哦，好看啦！一大把子，再有。搿侬要看啥物事啦？我想看，哎呀，快点，跳！要跳跳跳！你要拆房子啊？要跳呀！要跳，好跳啊！要看跳呀！要跳呀！我得跳跳的，没跳好嘞！我真的跟着你跳跳，你们不许跳！这跳我挂了！看见吧？刚刚的，听到挂的。啊！单身狗女的。亲人呀！哦，嘘，嘘，啊！阿母归宗，大家亲人。哦，这个危险的。阿姐，搿戆大啥侪勿懂的，侬拿伊领走去哪能弄法呢？我看还是拿伊送到福利院，或者送到派出所去算了。哎，小芳，侬刚刚不是嘴巴蛮牢吗？讲只要有残疾孤儿来，一定收留伊。现在送上门来了。侬也不是缺乏耐心，又要刮了吗？阿姐，我看侬也收留伊啊，麻烦交关，算了吧。就是讲呀，最多阿拉下一趟辣辣献爱心的辰光，再多捐一点点钞票。啊，对个对个，搿句话比较实在，只要侬有搿份心就可以了。哪能了？姐，姐，哪能了？哎，我不瞒衲讲，我刚刚看到伊的辰光，就想到我的蓉蓉。还讲眼啥啦？阿拉外甥蓉蓉聪明得要命，哪能会得？你往得去比喻去，比喻一个戆大真是，蓉蓉对伊拉娘舅一样啊。就讲还有大部分侪像伊拉阿姨无穷的智慧啊。我辣辣想，假使我的蓉蓉。也是个低能，我哪能对待伊呢？假使阿拉个蓉蓉也是一个孤儿，我就希望社会浪向的人哪能去关心伊呢？我觉得收养伊、献爱心，这个不是一种恩赐，而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回报。侬放心，阿弟坚决支持侬。如果讲侬拿伊带回去有啥困难的时候，我会得派义兵来帮助侬。阿姐，家家兵兵啊，有得姆妈照顾，我有空啊。哦，我也好讨一把，因为我没结婚，我辰光最多嘞。问题是，伊身份不明，阿拉没办法跟伊对话。啥人？哦，来啦。
哎，那好那好。黄爸爸。哎，老娘就是老舅妈呢。阿拉到区里去开帮困会去了。哦哟，侬看我我记性太慢嘛，忘记脱了。有啥事体啊？咁么搿能嘛？等下呢打个信拨伊，今朝夜里向七点钟，居民小组开会。哦，那不要忘记啊。哎，两个两个侬。真话。那现在辣辣开会哦，开啥会了？好，没啥，阿拉辣辣商量点事。瞎谈谈，瞎谈谈。好，搿么那讨论点啥个内容了啊？哦，是迭能个。哎，王爸爸，今朝我辣马路浪向呢碰到一个残疾青年，我想暂时拿伊收留下来。哦，董家大小姐，侬今朝又碰到个残疾青年，准备拿伊领走嘞？我听人家讲，侬上趟已经领养过一个了，对伐？搿能样子专门领养下去，慢慢叫㑚屋里好开福利工厂的，勿好。哎，我看搿能嘛，迭能开销也忒大的。我看大家减轻眼负担，迭个小囡交拨我啊。哎呀，交拨侬啊？哎，勿是，我拿伊送到福利院去啊。不过侬晓得吧？伊是个低能，没办法对话呀。哦，一定不要紧的呀，一定任务交给我呀，我来。阿拉对伊侪没办法，侬来噻个。那么，那么当然没办法了。那伊没当过啥个居民小组长了，那缺少工作经验。哎，搭不上。哎，是呀，那现在搭不上呀，现在下来搭呀，我一搭就搭上了。因为我接触面广，上上下下碰到的人老多的，哎，从来没解决不了个问题的。哎，不会当外票的，放心。有的，搿么人呢？哦，那，来你。好个，下来下来，好，那放心好的。小朋友，那要对伊客气，对伊客气呢，伊就啥事体了？我跟你吃得消个侬啊？侬自家叫我坐的呀。我叫侬坐么坐了沙发浪呀，不是坐了身浪向呀。哎，小朋友，侬认得我啊？小朋友，我认得侬啊。看见吧，看见吧，搭上了，搭上了。搭上了，搭上了。我是啥人啊？侬是不好讲的。不，哦，看见我吓得，不要吓，王爸爸没关系的。哎，侬讲拨伊拉听听。我是啥人啊？一定要讲啊！一定要讲的。搿么我讲了。哎，那听好，那听好，讲的啊。我是啥人啊？讲的。听清，听清吧，你哪相信的吧？清清爽爽，我。侬在讲的哦。侬在戆都哦，侬自家戆都了，侬自家戆都了，侬在小戆都，侬在老戆都，小戆都，老戆都，小戆都，老戆都。我到汽车站不戆都不戆都啊，好几人，我从来没碰到过介多年纪，那哪娘开哪娘开，侬在戆都，侬在戆都，侬在戆都，戆都，侬在戆都。阿姐啊，侬讲现在哪能办啦？啊，我看还是送到伊福利院去吧。啊，阿姐，那你先改变主意了。不是的，我想福利院总归会得有办法的。顺便我想打听一下收养的手续。搿倒也是。好吧。阿囡，来，听闲话，跟我走好吧？我先。要走的呀。那要拐脱我。我不会的。我已经被人家拐脱好几趟了。我不会拐脱侬的啊。我不去。听闲话。不去。爸爸妈妈娘娘，哎，哪了个？哦，我来了。大娘娘在马路浪向看到个低能儿，嗯，现在想收养伊，但是没办法对闲话。搿我倒有办法啊！啊，侬有啥办法？侬有啥办法？我碰着搿种人多嘞。啊？伊拉最欢喜辣辣车站高头干队伍、吹翘臂，嗯，就像搿能介。哎，队伍爸爸，队伍爸爸，春节马上要来了，队伍爸爸好。我啥辰光有搿能介戆大儿子？冰冰啊，我关注侬，侬勿要多好。好了嘛，就成习惯了，还也回勿出去啊？我啥也勿讲。阿爹啊！啊啊！来，阿爹，来呀！来，阿拉来排队。阿拉来排队。阿爹哟！阿拉排队。排队。好，那么来。啊？来。哪里意思？哪里意思啊？爸爸好，爸爸好。哎，爸好了。表弟现在初中来个。哦哦哦。爸爸好呀。喂，你做啥活个养鸡啊？我不想活养鸡啊。哎，爸爸好，爸爸好。兔子马上要来了。侬啥人啊？
我们就吃呀。就吃。哎呀，就吃个大肉把劲哎。嗯，对。把大肉就吃。一个骨。哦。侬到哪里的？我到秦淮市啊。侬呢？徐家汇。侬呢？我到江苏路。侬呢？女路。侬到哪里的？我到中山公园啊。你到中山公园。中山公园。中山公园隔壁的阿拉爸爸来面上班班的。这个有办法了，要到中山公园附近的警察署里边，寻到伊拉爸爸，就可以寻到伊拉。现在来也好叫教训教训。你太聪明了。哎，阿姐呢？阿姐呢？阿姐呢？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妈。